无声的欢迎咱昆林歌团的大家长、长内生团长，以及咱欢迎新武乡咱的这个大庭，非常的感谢咱所有新竹大家用上好的这个无声来欢迎咱的昆林歌团的团长张内生，谢谢。谢谢，啊，咱要准备团拜，啊有啦，吼，啊准备点香的，准备团拜。来来，咱的议员吼，咱的林文水副议员，以及着咱林清议员、林建宏议员，咱遐邀请着咱的张内生馆长上位。咱的梅良乡大家长来蔡仲坤，咱的乡长上位，立法委员林文水委员上位，以及着咱的江主吴文泰江主，以及咱着来主任委员，啊，搁咱的罗主，甲咱的林清议员，甲林建宏议员，咱陈宏吉阿东啊，甲咱所有咱的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咱的吴美霞请就位。辛苦嘛，咱退休的，请红休。好久不见嘞，喂。一个是梁天地开疆，中华民国开国121年，农历正月初一。好久不见。天官圣寿辛丑年，农历11月29日，恭祝。为了天庭真武宫，甲做进香太安宗10周年，祈福吊敬大德千秋，由昆林关县长张内生、立法委员林文水、乡长蔡仲坤、乡主吴文泰、主任委员洪建楚、第二路主林文华、议员林清、议员林建宏议员，以及楼下众神神大家，恭敬不敌天庭上帝，因为正神造前。您最近的参拜礼，一上香，祈求风调雨顺、福泰平安、不折有情、事事无灾。再上香，再祈求身体健康，庇佑落下众神仙，合境平安，五谷丰收，六畜兴旺，殊荣共享。百业兴旺，三上香，再祈求，祈求咱今日所有的参与的人员，全体都会当平安顺心，跳进大殿成功圆满，并祈求百个天上帝一位众尊神，会当庇佑咱的林文水立法委员、县长张内生、乡长蔡仲坤。林清、林建宏议员，落下众神神在叫，大家落当家庭平安，也来祈求北极恒星上帝的众尊神，庇佑咱昆林关全部会当环境昌隆。再上香，请一片红龙。全体请受礼，全体人员在供养北极恒星上帝，立归正神造前，连最正义接上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谢谢，感谢啊，非常感谢。来，我们来正品仪式。啊，由咱昆林馆进户，咱的馆长张内生啊，敬上咱这个匾额，要来，一
谢咱的立法委员林文水，哦，咱立委委员如尽上这个名额，要来给咱未了天林进武宫。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把名额哦，给排出来？来特别仪式的，诶，时阵啊，是不是我过啊，啊个后壁就是咱的这个大吼，啊来做一个大合照，等一下做一个大合照。看到情感无？看到情感无？嘿，看到情，是不是？两人对椅啊，啊，甲这个剑放下落来，咱再来要上好看，好无？两人对椅啊，啊，甲伊看咧，啊，较低，啊，所以你上较快点。啊，咱来林建龙议员、林清议员来蔡正峰乡长，以及咱所有咱的来嘉宾出席，啊，咱陈昭元出席，啊，咱龙辉，咱的理事长柯良先理事长，啊，大啊，咱的人啊吼，啊，大家来这个所在团队，大家来做。合照，合照。来，你们等一下，过来。哎呀，这个，过来。啊，咱所有咱的天灵金乌宫，咱的楼主以及咱的执行人员，跟咱的永驻助理员，是不是大家向前？来，做一个合照，合照。哎，好的。